祝福。在艳阳下，一支蜡烛发出的光显得微不足道，但这个烛光却能够照亮暗室的每一个角落。同样的，在得意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忽视了身旁默默付出关怀的人，而失意的时候才迫切渴盼祝福。是的，不论你是大都市中忙碌的人，或是小村镇里闲暇之士，我们总是免不了要付出与接受关怀。能够在活着时豁达一些，不看重名利，凡事顺其自然，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说，已经是很高的境界。成年人大多数诸多烦心的事、沉重负担、重重压力，因此绝大多数不愿意或者说是不敢说出真心话。许多人穷极一生，争斗的头崩额裂，非要一份胜负，到头来与对手双双躺进了棺材里，不知道其实有无开窍醒悟，意识到有限生前真是浪费了太多时间。天主造人，并没有配定谁该是谁的朋友，只要愿意，所有需要关怀的人都期盼朋友，也都可以成为别人的朋友。朋友，记上只字片语，拨几通电话，或走几步路，亲自拜访，不论你用什么方式，只要付出诚挚，将祝福传送给周遭的人，一定可以使这个天主捎来祝福的月份更有意义。Thank you.